对于这首歌呢，其实我是昨天才去录音的，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唱歌非常没有自信。可是呢，录音师说我的声音非常适合这首歌，因为我的声音唱起来就是非常的像幼幼台姐姐，很有童音的感觉，所以他就说，哎，其实真的没什么好调整的，给我很大的信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 Dangerous 的菲菲。那以前老师教我们身段的时候呢，其实还蛮凶的。回想起来，就是因为老师这么的严厉，所以后来我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才能更好看，然后更完整。所以真的觉得很谢谢这个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在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，我的教练郭宏志老师。那我觉得在对于运动的这个区块，本身的专业只有在啦啦队上面，可是真正成为一个运动员，他付出的努力，熬过的那一刻在场上爆发出来，而且只有那一个瞬间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。老大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不死鸟。很开心这次可以被邀请来参与这次的公益的歌曲活动，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要谢谢所有的老师，谢谢你们很辛苦的教导我们，不管是学校的老师或是人生中的导师，我觉得在人生中老师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在这里就借由这首歌谢谢所有的老师。